结果写多少人写出来的？就约三十几位写出来的。这里面啊，有君王，有历史家，啊，有啊，有很有学问的，有祭司，对不对？还有渔夫，还有农夫。哎呀，三十多位，不同的身份，不同的背景，不同的阶级，他们写出来的。新约的作者很清楚，八位作者，啊，他们的情形也是不太一样，有的在旷野里，啊，有在监狱里面，有在耶路撒冷里面。这经过这么长的时间，经过四十多位的作者写出来的书，一气呵成。阿门。一气呵成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这本书虽然只有四十几位，只有一位作者。我这本书我写一半，对不对？啊，等我睡觉了，早上起来接着写，可能不行了。你做了个梦，对啊，梦到把你打乱了，你思路就乱掉了，你接不起来了。但这本书经过1600年，它是一气呵成，这个次序啊都是非常前面安排。有的任何两件书啊，你把换一换位置啊，就前后倒置了，就没有办法。创世第一节，其实必须末了一节。借着这一本书，因为它的作者是神，神是宇宙的源头，所以借着这本书，我们认识了神。是。这位神呢，是善意的神。是。哎呀，他是创造了宇宙。所以这本书啊，第一讲到神，是怎样一位神，他的属性，他的性情如何，对吧？哎呀，他做了什么事情？他什么计划，有什么心愿，讲得非常的清楚。第二，他讲了宇宙，只有这本书能讲宇宙啊。很多人呢、啊、推论这个宇宙怎么来的，有的是星云说，有的碰撞说，是吧？到末了莫衷一是，没有个定论。但圣经斩钉截铁，创世第一章第一节说了，起初神创造。对，创造什么意思啊？从无变有，不是借着有的东西再变化成另外一个东西。这位神呢，他不是单数，是三数的。哎呀，你要认识神，你必须读圣经。你要认识宇宙怎么来的，宇宙的意义如何，宇宙的归属如何，你必须读圣经。对，你要知道人，哎呀，别人可以忽略啊，提到人呢、啊，你就不能忽略了。因为你是什么？人就是我。对，什么都可以忽略啊，我不能忽略啊。Amen. 哎呀，你怎么来的？你人生意义何在啊？你的归属何在啊？圣灵都告诉我的。是。这个桌子啊，是我造的，是不是？如果是你第一次看桌子，你做怎么一回事情？对不对？为什么是个脚和这个东西？你应该怎么办？要问我，问我就好了。你不要猜了，猜了猜就末了啊！啊，这桌干什么的？啊，放花瓶的。到末了，你看法，我的看法，莫衷一是。就要问这个我的这作者啊，就请。对。哎呀，一问神，神说好，读圣经啊，就知道了。这在地上怎么一回事情？是。这不赚钱啊？这不结婚呢、啊？这不生孩子啊？这不买房子啊？买车子啊？如果这种答案，到末了这个结果就虚空的虚空。阿门。真正说很清楚嘛？哎呀，说的人呐、啊，肉体都像草一样，对，他的美容像草上的花，对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这个人就过去了。唯有神的话是永远长存。阿门。哈利路亚。阿门。哎呀，退出的人呐、啊，我要恭喜你们了、啊。哎呀，很多时间啊，可以读主的话，对，要浸透在神的话里，泡通在神的话里。我当然会告诉你怎么读圣经啊，你要注意听啊。哦、公义什么？善其事。善其事，必须立其器。哎，你做工啊，要把它做成功的话，那个器啊，这个刀啊，要很利润才行。哎呀，我刚会讲，我在卖关子。第一，先认识这个圣经。还有啊，为什么在地上会有罪？哎呀，不可思议啊！你说大学生啊。这什么学位啊？换你拿枪就杀人，到处都有，是不是？有自杀的，还有杀人的。哎呀，孩子啊，你看，慢慢的长长，他就变了。要只要一收，这东西接触啊，就变了，吸毒啊，什么都来了。
是小的孩子一段时间最重要的时间，在家里跟父母在一起，他模仿你，对吧？而且他看你的样子，你还能控制他一点，一等到学校啊就来不及了。所以在年轻的时候要好好得罪他们。哎呀，得罪他们啊，没为他们祷告，要不然的话，这样的孩子就不是你的孩子了，他就飞掉了，不知道到哪去了。哦，主怜悯我们。我叫他们一点，自己能负担，我不能发挥，我只能拒绝而已。好，为什么人会啊有很多病没法治，是吧？人为什么得着学问，得着地位，得着这么不敢很高的学府了，到末了毕业就是没有信徒，还是虚空的虚空。有的人啊，得到不得到学识学问之后，帽子拉起来往里丢，感觉说话里面空了，平时还不觉得空，等到毕业那一天里面都空了，真空了啊，没就感觉说话，你知道说话算什么东西？